变近，就跟刚刚一样变近光方，然后是六级方，蛮有趣的。15公分改过了，他以前 AP 穿身比较低，现在穿身还蛮高的。到石头，50 TP 在我们前面了。105炮的那个克伦威尔。那克隆威用短管105炮，打中了。打中那 SP 1系，又打中了，他在我视野范围外。TP 不知道在哪里，一样的地方。我现在没有办法推他在他那边黑枪，我看不到。M46 KR 都一起，可以推啊！那五十 TP 他应该没有在紧盯你们。没有啊，他一直都看着我、啊。他打了我三发近战，都没穿。What the fuck？ 他竟然打我 ！Oh my god！ 这 T4-100没有把他打死。晚上好，这 T4-100不应该绕过那个 KV 伞。
我要用 H1 灌翻这台气旅。5K。这个是盲射射中，然后这个是视野范围外射中，5400张。95.03%。